做菜改综艺节目了。哎，我坏了，咸了。一边做菜一边听相声。错色炒鸡蛋，红黄绿白黑呀、啊。哎，你的西红柿还去皮了？去皮，高级啊！高级，那这家伙，哎呦，去皮西红柿，哎，哎，对，真的，一般西餐都去皮。真的，你这，你看看啊，处处离不开西呀、啊。我先看看啊。哎，看看其实真的就这么做节目，我就爱跟你们俩。你看啊，这个铁三角吗？这个那不是，一边做菜一边听相声。这西红柿啊，这地儿。这个你做菜改综艺节目了。啊，我切的是鸳鸯蛋。你还鸳鸯蛋？是切完了以后比翼双飞了吗？一黑的一白的，鸳鸯。哎，真是哎，鸳鸯蛋，你有咸鸭蛋、松花蛋、鸡蛋，是吧？对吧。哎呦，你说太对了。对呀、啊，松花蛋得蒸熟了，它得能成个。这是什么呀？黑白绿。绿什么呀？香菜。我靠，它为什么？他现在切这个东西，他就是一会儿不让我尝和点评，因为他知道我们之江在这个配料就齐了，这是红黄绿白黑呀、啊，对啊，五种颜色嘛。这个菜为什么配香菜？某些不吃。不是你不吃，说在菜品里边。唯一能够解汞的、解毒的，就是香菜。所以说，它即便这里边有含有点铅汞，它都能给解掉。所以说，这个菜啊，搭配的非常合理。那明明知道松花蛋有汞，干嘛还非得搁松花蛋？这个是无铅的啊，无铅的，进的就是。那就不用搁香菜了。那我们提味儿。我得给他出点，你都不让我尝了一会儿，我又拿刀了，这都，我看你加的准不准啊？给我加点，你要什么盐？来一点，我得来点。你看啊，牛奶。那这么多盐行吗？哎呦，太多了吧？哎，行，这点啊。哎，不是，我还得给我来一点那个什么，味极鲜，再来一点。这个吧，啊、前面够不够这是你的事了啊。来一点是吧？对。哎，我坏了，咸了。不咸，我严格一点点。行，你看尝咸不咸吧？咸就不咸。我生的，大哥。没事，一点都不咸，那一点都不咸。你看人家都看不下去了，乱欺负我，让我尝生鸡蛋，我操！我说你两句，你至于吗？我操！尝尝，我也可以尝尝，没事。先炒西红柿是吗？对。这个西红柿啊，慢慢的煸。等会儿煸，一分半钟就合适了。哎，这西红柿差不多了，稍微滚点儿。拢芡里边有水分，它拢住了。你再搁鸡蛋里边，它不刷汤了，它得能融为一体，是吧？这个其实非常关键。哎，拢住了吧？哎，很香啊！现在下一步啊，照着啊，咸鸭蛋、松花蛋、香菜都搁鸡蛋里，都搁鸡蛋。有点苦了，一点吧。对呀、啊，大哥尝完鸡蛋还得漱漱口，我都咽下去了。这招没教我，不是找你不浪费。我一笑点肌肉，然后他做什么都跟我笑。我就可以炒了。跟滑蛋似的啊，大哥。嗯，咱这火是得开大了。行喽，出锅喽，地道。嘿，夜宵都有了啊，冒着热气儿的啊。错色炒鸡蛋。这个香菜就是这个对这味儿的这个提升效果非常不错，鸭油那个香味儿，香菜的香味儿，还有那个松花那味儿，哎呦，真的不错，非常好吃。肯定好的这个饭菜啊，但是都有点虚材了。这菜我说来要是酌酒的话，太牛了，下酒菜。哎，对，真好，好吃吧？好吃，我来点。哎，你们都尝尝，真的好吃，是吧？真的。我们好好做菜，
你们好好吃饭。关注老饭骨，吃饭不含糊。哦，你真不吃香菜？真不吃。哎呦，我吃完过敏。哦，我闻这香菜啊，就跟那大拍死那臭大姐味似的。这这都闻着那香味儿，就是啊，就是闻的，就是香菜的香菜的味儿飘香了、啊。真的我，第一我爱吃香菜，就是我在家里啊，天天备香菜。这西红柿炒鸡蛋我都吃。啊，那我来吧，就西红柿炒鸡蛋。哎呦，你西红柿炒鸡蛋加点松花跟咸鸭蛋是吧？哎呀，今天孙嫩大师他做一什么呀？我今儿做也是炒鸡蛋 ，PK 我呀？不是 PK 你，你这叫赛螃蟹。嗯，我这叫什么风味炒鸡蛋？啊、哦，不是特色炒鸡蛋。我怎么感觉像西红柿炒鸡蛋、啊？不是，我这叫特色鸡蛋，不是西红柿炒鸡蛋、啊。不是。